上手ですよ、お兄様。私と踊っていただけますか。年下の女の子にリードされるなんて、なんだかこそばゆい気分だ。 Shall we dance?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是美好世界 FD。那么我们今天来抽的角色呢，就是我们的王女了。她又出新的造型了，不算是新的造型了，但是是新的，很像角色卡吗？就是这个啦，它是土属性的啦。那我们来看看它的详情吧。他的技能呢，基本上都是土的啦，除了普攻之外，还有他的必杀。他的必杀是光属性的，然后他的技能呢，其中一个我觉得蛮不错的，就是加敏捷啦，还有他的那个插件是加土跟光啦。基本上我只想要王女啦，合真的话有抽到就好，没抽到就算了吧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抽咯。没有动画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出彩了，有出彩也是应该是你有的角色了。基本上如果你要你没有的角色应该都要有动画了，我觉得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像这样子啦，没彩啦。我这一次呢基本上我还是想要王女啦。何真的话呢，有爱的人才抽吧，因为何真感觉，因为何真的技能呢感觉都不太适合啊，加工啊降防，但是也是有很多角色都可以胜任这个东西啊。那么我们马上进20抽。诶，这次有动画应该是我没有的角色哦，看一下。拜托拜托，我要王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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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托，我要王女，会不会中呢？这个是，诶，这个是我之前想要的特丽斯，盗贼女仆，火属性的，赚，这个也是蛮赚的，但是我还是想要王女啊。怎么又歪了？クルセイダーとして回復も支援も。我觉得等一下我可能会去再打一些关卡，看能不能打到3000吧。打到3000，那我再来个第30连抽吧。希望等一下能够抽到了。虽然克里斯也是赚了啦，但是我还是很想要王女啊。上次那个叫什么啊，谢罗啊，我也是蛮想要，我结果没有抽到。那么等我一下吧，我马上就来个第30连抽咯。好啦，感谢你们所看到最后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给我的影片一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不错过最新的消息。那么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